这段时间发生过很多事情，但因为专心比赛，我就是把社群媒体都关闭了。那就是觉得说要好好比赛，因为毕竟身为一个选手，那好好专注比赛，然后拿到最高的荣誉，展现出我们台湾最强大的力量与精神，是我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。那让大家可以认识我们，认识台湾。然后就是很感谢大家给予我这么大的支持与鼓励啊，那包括说我们身后的团队们。那其实我也很想要感谢就是我的贴身团队，但他们现在应该被挤在分布在很多地方了，那我没有办法让他们来这里，然后让大家认识。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很感谢你们，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让我这个成绩，然后让我的努力可以让你们大家看见，那让世界知道台湾在哪里，然后谢谢大家。